在，有请正反方教练进行第一回合的猜拳。来吧，来吧。后来发现这猜拳的输赢好像也蛮重要的，非常重要，先后非常重要。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一种游戏，锤子剪子布，您想怎么说？其实那是一种解决分歧最原始最有效的方法。四个回合的累计总票数高的一方全队晋级，总票数低的一方面临淘汰。现在有请正反方教练进行第一回合的猜拳，输的一方先进行表演。感觉我俩要打一架是吧？来吧，来吧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我们终于赢了一局 ，OK。好狠哦，团队战。其实真的没想到，昨天就是这个输赢会影响这么大，还影响挺大的。对啊，因为等于你出什么招，我是后面出的，那我就专门克你那个就好了。准备剪。刀石头布，我输了还是赢了？